夏天拍的，夏天也没这么开窗户的呀。我先来个女神之泪吧，我就不带水晶瓶了，这把。有一次我试着沉默，我妈，天哪，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。这咋不告诉我传送多少把西地呢？为啥呀？你给我整个0秒，我用了以后你告我300来秒，我不就告你骗人吗？那到底多少秒啊？这要是新手带个传送，这啪嚓一个传，人家不知道。我直接扣一下。扣我。没事，阿卡丽前期只够一个扣的。扣他人 A 小兵，这样不掉血。搜一下，他是多兰戒吗？啊，他是黑焰封印。好的。11刀10刀，假装上去补刀，还是扣着我。别急啊，他不敢上，我们先把药吃了，收一下。我们前期主要以发育为主，主要就是发育，慢慢的扣他。他蓝也不够用，正好有 E 这一波。E 一下人加 E 一下兵，冒卡萨丁前期伤害是真低，让他打他一个电刑，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还是死了，我天！他们咎由自取。来个黑焰封印吧，没事，我有传送。扣，上当了，哼，确实是上当了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卡萨丁前期死很正常，这英雄就这样，就是弱，前面就是弱。他不敢上来，我带的传送相当于我们根本没有亏，你知道吧？为了防止这种前期我们会死的情况出现，我就直接就带个传送。垃圾，没听出来，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又开始没完没了。这就亏了，还行吧。
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。看他那样就知道有人还上是吧？那你不去在这打职业扬名立万，你跑出来这看看直播，你确实不太行啊兄弟呀，你连这你都能看出来呀、啊、你这个意思那是有点好的啊。我这一看呢，这什么意思？哎呦我的妈，这人是上线就要杀我呀！我这一看，给我吓坏了。来个小药瓶，不是我阴阳怪气儿，你先。你既然意识这么好，我也没开图对吧，你为什么不去扬名立万呢？你还在这儿看我的直播有啥用呢？你得有用武之地呀。这走，往上路赶开一波。如你所愿。哎，别抢人头啊！这卡萨丁还是得要人头的。先来插个眼儿，阿卡丽怎么都有蓝，我都没有蓝呢？扎个电刑，别上去上当啊、哦！你挺厉害呀，送蓝 buff 可以啊。剑魔玩吧，让他，我回家了。小心左边啊！到底要干嘛？你上路兵还要不要了？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像个鬼一样。怎么回事儿啊？来一个蓝，蓝林汉的苦楚吧。艾克的蓝肯定是没了，野区的蓝指定是没掉了，不过我们已经是起飞了，已然是飞起来了。我有蓝你们还想玩？再上去抓他一波。这是双 buff 啊，然后还送个峡谷，我这谢谢啊。你真好，你真好。
我就想问是谁给你的勇气这么装备？我跟你说起飞了，你可能没听清。我重新跟你听说一遍，我起飞了，直接放了啊！干嘛呢？你不是不能死，你是必须得死。回家1200，兰陵汉的苦楚，外加一首法师之靴，直接传送。我们先杀黄狗，1、8、8，这个火蓝，这个火蓝。我直接R上来接跳弹，走位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的人头，没扎到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来吗？来我一口！你这个黄狗儿好像很不怕死啊！白送啊，这回家了。我还没到11级呢，我还没到16呢，我就狠成这样，已经就是无敌了。给我个蓝 buff， 我就直接横着走，在这召唤师峡谷之中。美甲窃魂卷。人有点多，这火蓝有点意思。上来，来，黄人搁他旁边呢吧？我估计差不多。黄人80%搁他旁边呢。老给我送蓝，我这哪好意思呀？走位，哎呦啊！行啊 ，buff 转移了，直接来把巫妖，这把都不用别的了。我杀那黄子的时候没有立刻给他秒了，秒慢了，杀慢了，要是再杀得快一点的话应该能走。 R 技能的蓄力有点慢，跟我来，来，那阿卡力没有大，喂，别急，那火蓝搁左边啊，先杀小黄毛来，啊，好不溜，行的，左边有人吧，火蓝，回头，敢不敢回头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敢不敢回头？
这确实是有点蛮人，这怎么有虚弱呢？这你玩个火蓝带虚弱、啊、兄弟，你逗我玩呢？妖怪呀、啊！我的美甲切魂卷有点烦。此时上路这位靓仔有点厉害，他中路怎么回事？他敢扣我一下他就死了，不扣就算了。哎，我怎么没有蓝 buff 啊？往上走来，你人呢？你人儿呢？那不跟呢？好猛！剑魔差点没给我秒了，下当了。哎，这不给蓝这件事儿，我属实是有点接受不了哈。挺难受的。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别给我整那虚弱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吃你这套。哎呦，你这装备了，这是这狗好，这阿卡丽装备其实挺不错，他两件套了。我就气，但是我们得忍住。现在我们才12级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，我会让我的等级一直的提升。25分钟之内我要升到16级，等我们16级以后他们就都是弟弟了。这个传送我们给利用起来啊，先中路杀他们家一波。我看你妈拿走啊，减速 Q啊！哟，我的天哪，这哪来的黄子呀？从这波开始啊，我们不死，上波坑的有点急了。那黄子刚咋没看见呢？不能再跟他们玩了，兄弟们，快跑！小龙刷了。好，蓝 buff 拿着了，赶紧升级啊！小龙刷对面我估计也拿不了，他们也不能去拿去。
王者天空鬼一样的。靠！全是鬼呀、啊，好难活啊！我发现，好难活啊！这上路的剑魔也猛啊，这剑魔14级。1450，差点钱呢，不卖了吧，不用卖。叔可以给我们提供冷却缩减。1450，差点钱呢，赶紧去升级啊、哦！赶紧去升级，情况不对，赶紧升级。一切的一切都不要去管了。来这么多人呢，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，真要人命啊。谢谢安度因的宝贝儿，他们仨我估计对面打龙应该拦不住，打就打了吧，没关系。逮着俩，2250，有点贵呀，这大天使这么贵呀，就前天出沙漏好一点感觉。剑魔可也不行，不行，这剑魔也不行，这剑魔有点猛，别着急啊，我打着打着他就是弟弟，别着急，我慢慢慢打，等一下我16啊，兄弟们别着急，我去好好升升级。回家，我有船。虽然我死了，但我感觉啊，这一波应该能打赢，因为他们家所有的人全部站在这里让我打 AOE， 死就死了。死就死了，没关系，小龙可以要啊。我刚才只能进场踩，没办法，哎，没办法，就踩吧，那就没招了。死就死吧，美甲气魂卷我也不要了，哎，我不要了，还不行啊，我买个大天使，我不要了，我来个沙漏。
小龙可以要啊，兄弟们。插一手钉，确实是插个钉了。快点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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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吧！早知道这波来两个血魂卷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！怎么的呀，这剑魔呀？依你。哎，我应该抠那个火蓝好了，抠错人了，我不知道火蓝搁旁边。走，咱们拿个蓝 buff 去。OK， 拿完蓝回家。还有一半经验，我先收个鸡，收完鸡收个狼，收完狼收个蛤蟆，收完蛤蟆看情况收不收这个蓝，全收了啊。我怎么还卡一下呢？那只能收蓝了。我差33%，上路给我带一波。现在我估计三个人应该打不过。最后一波，哎，最后一波啊！你大爷的，又跑过来了。那小黄毛怎么还放个大呢？哎呀，我都没反应过来，烦死了，老这么抓，你说讨不讨厌呢？硬抓老是。不是我没操作好，我算的伤害正好死不了，那小黄毛刷一个大把我收了，最后我那300多点伤害我没算进去。你说你们像个鬼一样，我差了一会儿你们就抓啊，你等我16级的，你等我16级的，我让你们抓，我马上升到16，我一脚就给你踩死，我让你抓我。鸡赶紧给我出来，鸡鸡鸡，就等你了，鸡无敌了，质地飞跃，我上了一个人上去感觉不太合适，火蓝敢装杯就把他杀了。你要死啊，你要死是不是你啊，你是不是要死，你跟我说一下。叮叮，操，没叮出来。刚才 R 没叠，我是有精神病，就是有病，他魔抗有点高，还没接起来，没太打动。
气完了，真的气完了。你像有病似的，我们家人全搁后边，他一个人往我脸上冲，还就往我脸上冲。最后到最后，我他妈都没杀了人，我都气死了。哎呀，给我气坏了，头真是硬，真是铁。